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来跟大家小解一日，就是暗，暗就是咧煮糜时水较济，安尼就是暗，像人讲啉暗糜啊。另外，这个暗糜当做形容词，代表煮糜水放一个伤过济，咱讲煮了伤暗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伤暗，这就是滚糜时用火甲糜水解压放较大咧，安尼水就会变较少。第二个词叫做上暗，这就是古早日咧洗被洗这个衫的时，才会浸伫咧煮糜的水，甲伊晒干干了后，安尼就会变较硬。另外，佫有一句话讲到目睭皮无上暗，这就是代表目睭无够金，有眼无珠，看袂清楚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目睭看过脚踏咧火，鼎已经煮糜伫咧烧暗啊，人煞无咧顾，互因某讲伊目睭皮无上暗放空空。今仔日小解即一字暗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